我们的油画作品，那是我的，对各位的优先要求，谢谢各位。 那个时候就从台湾来的画家陈景龙，哦，不是所谓的中华台北啊，什么哦，不是这样，是台湾来的艺术家陈景龙教授，教宗亲自去。这个官等级的这个是修女啊，啊，修女，他的修女服跟那个一般不一样，对，对。